珠宝之家工艺文化创意这东西一旦产生，真的会让人无比兴奋。你经常看电影，但你曾想过把电影胶卷做成高级珠宝吗？你热爱香水，可想过把它做成项链戴在颈间？在佳士得拍场上，一场莫卧儿王朝奇珍异宝的拍卖也吸引着珠宝圈的极大关注。据说这次拍卖很有可能打破珠宝藏品拍卖的最高纪录。看新品，灯光、摄影机、开拍，意大利经典影片《甜蜜生活》海报。敢于做梦，这句话来自宝格丽全新电影风格的 Cinemoji 光影奇遇高级珠宝系列。说到 Bulgari 对电影的渊源，从品牌与电影事业的紧密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次全新的 Cinemoji 高级珠宝系列正是受此启发，通过演绎经典意大利影片《甜蜜生活》 La Dolce Vita 的黄金时期，新一代敢于打破界限的女性带到聚光灯下。每一件作品都融合了奇思妙想和精湛的金匠技巧，讲述了从红毯上的浮华到意大利电影制作的魅力。Bulgari 宝格丽 Cinemoji 高级珠宝系列的 Pirate Treasures 项链。看到这条 Pirate Treasures 项链，你会想到什么？是否一种大胆的海员们在船上留下奇珍异宝的神秘感？而被众多宝石簇拥在中间的蓝宝，好像它才是大海中真正的宝藏一样。Bulgari 宝格丽 Cinemoji 高级珠宝系列 Emerald Affair 项链。八角形你一定见过，哥伦比亚祖母绿相信你也一定听说过，但是八角形哥伦比亚祖母绿你知道多少？ Emerald Affair 项链给你答案。别具一格的几何设计和精美宝石的组合，呈现出来的除了高级感，还有意想不到的均衡感。Bulgari 宝格丽 Cinemoji 高级珠宝系列 Action 项链。 Action 项链想必是 Cinemoji 系列中最有趣的一款了。为了庆祝1885年赛璐珞胶卷的突破性发明， Bulgari 将耐磨性极强黑色锆等非传统材料与钻石相搭配，打造出一条有弹性的高级珠宝。你可能不知道，赛璐珞 Celluloid Nitrate是一种合成树脂的名称，是历史上最早发明的热可塑性树脂。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赛璐珞被用作摄影干板的替代品，当照片、胶卷使用。看创意，这帮孩子怎么这么敢设计？施华洛世奇为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赞助了一场设计竞赛，32名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从展览克里斯汀迪奥梦想的设计师中获取灵感。孩子们全力以赴，最后进入决赛的作品让人兴奋，口袋腰带、手包帽子、香水项链，光听着就已经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看完这些作品，就像施华洛世奇执行董事之一的 Nadia Swarovski 所说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Pair of Pockets， 这件 Pair of Pockets 口袋的创作者 Leo Costello 曾经是一名花匠，所以很自然地被迪奥展览中花卉图案所吸引。他深入研究藏在17世纪长袍里的口袋历史，因此创作出一对带有精致花朵刺绣和水晶流苏装饰的丝绸口袋。而这个口袋的最佳使用方法竟是当作腰带来用。Mystery of a Woman。 说到口袋，另一个引人入胜的设计是来自 Grace Wu 的 Mystery of a Woman 手包帽子。他把艺伎的发型与手袋融为一体，袋子两侧的水晶吊坠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试一试北极光水晶镶嵌的锦缎手袋，竟然还能打开，里面还放着几把小钥匙。 Scent，这条名为 Scent 香水的项链作品获得了1000英镑的大奖。飘散在空气中的香味被设计者 Byron Kisley 用水晶巧妙地呈现出来。香水对人的外表如此重要，但人们却看不到它，所以我试着把香水想象出来，
你可能不知道，施华洛世奇与迪奥的合作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施华洛世奇创始人的孙子 Anfred 为 Christian Dior 制作了北极光水晶。这是一种带有细化蓝色金属处理的彩虹水晶，闪烁着北极光的神秘魅力。自那以后，北极光水晶就出现在迪奥的高级珠宝系列作品中。看拍场，伊丽莎白泰勒 1.159 亿美元的藏品记录将被打破。佳士得 Maharajas and Mogul Magnificence 大象胸针、钻石、蛋白石、蓝宝石和钛，由设计师 Joel Arthur Rosenthal 创作于2013年。佳士得 Maharajas and Mogul Magnificence 珐琅镶金钻石孔雀羽饰，它是1905年卡普尔塔拉 Couple of 的王公贵族在巴黎旅行时委托制作的，后来被他的第五任妻子 Anita Delgado 拥有。孔雀在今天的印度仍然备受尊崇，因为它是印度的国鸟，被认为是神圣的。佳士得 Maharajas and Mogul Magnificence 胸针镶有 109.50 克拉斯里兰卡蓝宝石，制作于1920年代。6月19日，佳士得纽约总部举办了一场奇珍异宝大军与莫卧儿王朝 Maharajas and Mogul Magnificence 的拍卖会，400多件来自 Anthony 收藏的珍贵珠宝作品出现在拍卖现场。